这都是你做的，哎，这都是我亲自做的。我给了你一个月时间，你就交给我这些事吗？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把这些都给我吃了；二，滚蛋。 什么事儿？好，我现在就回北京。会长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处理吗？没事，我那个弟弟啊，交了个新女朋友，非让我回去给他定夺一下，马上给我安排飞机。 天瑞让我帮他看的女孩就在里面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好。在你遇见我以前，你的世界是黑白的；遇见我以后，你的世界全部变成黑色。你我相遇注定是错。在你遇见我以前，你的世界是黑白的。 遇见我以后，你的世界全部是黑色。哎，你来了，坐吧。上官雪儿，是你？怎么是你？你不是已经？ 你以为我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是吗？你以为我自杀身亡了对吗？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石沉大海啊？这样就没有人再追究你的罪行了？ 对不起，你是对不起我。一年的时间，你把一个花心萝卜变成混蛋，你又把一个混蛋变成了白痴。上官。
雪儿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已经四年了。四年前我被你害得倾家荡产，我跳湖差点死了，我当时怎么都想不通，一个口口声声说愿意跟我走一辈子的人，为什么一转眼就消失不见了。说，会长，上官小姐的房子已经退租了，看来上官小姐是带着钱跑了。你说什么？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您被骗了，员工们都等着您回来给他们结清工资，他们就要走了。会长，到现在您还不明白吗？您被上官小姐骗了，现在公司垮了，合伙人不仅要清算公司资产，还都要索赔呢。您对我好，我到什么时候都跟着您。我的学生上官雪儿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了。武天祥，我劝你还是把你弟弟接回来吧。美国的医疗条件虽然好，但你毕竟已经破产，负担不起了。当时发疯了似的到处找你，可你就像是绽放在我梦里的一株昙花，花瓣未落，梦已惊醒，似乎你从来都没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。你没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没有对我露出过一次微笑，更没有跟我发下过任何山盟海誓。可笑的是，我却已经爱过。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魔鬼永远都带着一张天使的假面。可惜我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晚了。从那后我发现我居然连死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想不到四年后你又来招惹我弟弟。你还不知道吧，天瑞是我亲弟弟。全都冻结，再也化不开了。武天祥，
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一直想要弥补。当年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我也当你已经死了。可你偏偏又出现在我面前。我说花儿开了，花儿开了，你听到了吗？那时的梨花开满天，那时的你。吴天霞，怎么你一找我就六月飞雪啊？有什么事啊？我想跟你说说咱们的事儿。上官雪，我喜欢你。现在的我还好，只想轻轻的吻你。你告诉我，我哥他去哪儿了？他把雪儿藏哪儿了？天瑞，你别这样，会长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明白？为我好，为我好，为我好，就告诉我雪儿在哪儿。你说，你不说是吧？不说我就报警了。武天瑞，你别再闹了，他是你哥呀。我要见雪儿。我不需要你弥补什么，卡里有200万，密码是你生日。我要你在这栋别墅里住一段时间，等武天瑞不再找你了，我就会放你走。我答应你，可是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把我的手机还给我，它对我很重要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报警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。何况你弟弟一定在到处找我，我会发微信告诉他，让他死心。你提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我希望你能说话算数。
会长，天瑞昨晚闹了一夜，刚刚才睡着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去买点饭。是。廷瑞，你别总闷在屋里，跟我出去打打篮球。廷瑞，是我。喂，廷瑞去哪儿了？我曾经爱过他，就算是现在，我依然爱着他。就是他把我给骗了，是他曾经害得我倾家荡产，害得我没钱给你治病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还是爱着他，没办法的。天瑞，你死心吧。会长，您刚给我打完电话，上官小姐就回来了。刚才您的电话没有人接，我就带着上官小姐来见您了。哦，刚才没听到。天瑞说他要报警，我为了不让他报警，所以才跟他走的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吴天祥，我从没有想过要欺骗你。我说过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我小的时候，妈就死了。我爸特别爱喝酒，每次都喝得烂醉。他恨自己没本事，所以就盼着我有出息。我却偏偏不争气，
从小就爱瞎混，每次惹了事之后，天瑞就会跑到我爸面前跟我爸说是他干的，我爸呢就打他，慢慢的天瑞就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。我欠天瑞的，我在心里发过誓，我不能再让天瑞受到任何伤害。手机的事儿不怪你，我知道是天瑞找的你，不然你也不会再回来。雪儿，咱们和好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我是为了天瑞还是为了我自己，既然你说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我，雪儿，跟我和好吧。可是你不怕我再骗你吗？这是我发起的一个寻亲网站，专门帮助一些人寻找他们失散的亲人。你看，不过我和网上认识的这些网友，我们毕竟能力有限。天翔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帮帮我们。好啊，我可以给你们网站投入一点资金，我们可以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必要的资金支持。一家人能永远在一起多好啊。谢谢你。放心，我会尽快落实的。来，喝酒。
算这场对不起。当眼泪惊醒，没什么比心碎更动听。我也没怀疑，反而很肯定，只要你也愿意。分手也那么用心，我仍然给你相遇会容易，不在一起不代表忘记，只怕有人提起你点的那首歌曲，我无数次唱走了瘾，依然固执的坚定，你曾演的戏，就连分手也那么用心。如果有两个你，相遇会容易，不在一起不代表忘记，只怕有人提起。天翔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最近有点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，你睡吧。要不然，给你倒点热水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去分公司上班吧。嗯，以免天瑞不死心，再去找你。嗯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
吧。确定没弄错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出什么事了？天瑞在家里吸毒，被我发现了。吸毒？真的假的？天瑞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不都是你害的吗？你知不知道？吴天祥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这个手机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你知道我恨你，可你知道当初我有多爱你吗？而你呢？骗我，伤我，现在又跑来害天瑞。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折磨我，吴天祥。明天上班不要迟到。很好，我早说过，咱们中国人不缺设计，缺的是个好平台。这次做的不错，谢谢会长。第一天上班，穿的体面点，沙发上的衣服、包还有鞋子，都是最新款的，你可以随便挑。好。
会长，上官经理来了。会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这个品牌的鞋子和包，你已经很熟悉了吧？嗯。坐吧。我想方经理已经给你介绍过公司的情况了吧？嗯。以后你要负责广告和品牌推广这一块，具体的事情我会教你。需要推广的就是这个系列的鞋子和包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网上的销售平台。嗯，我知道，是在那个本纳的官方网站。手还疼吗？不疼，你回去工作吧。等一下，你刚来公司，要从基层做起。我已经给你安排合适的工作了，我希望你别怕苦，别怕累。记住，你说过要弥补什么，别食言。怎么搞的？这么不小心的！你干什么？给你十分钟，收拾干净。其他人可以下班了，今天中午没饭吃了，都到外面吃去。走走走走，走吧，出去吃吧，出去吃吧。走走走，这倒没事，换个口味还好。有什么好吃的？是是。哎，会长，哎，你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照方经理说的做。开了，梨花又开了。听你听，你听你听，听到了吗？我说花儿开了，花儿开了，你听到了吗？就像回忆里。
笑，拉着暖着我，那样看着你随风扬起微笑，只盼如影雨点，离欢还要模糊的声音，心乐园它原来已经很远，那时的离开。我拿给你是让你喂我吃的，谁让你吃的？快，快喂我吃。会长好。小李，我昨天要的会议方案弄好了吗？啊，在雪儿那儿。顺序都弄错了，重新弄。给我马上整理好。我要请假。有没有点礼貌？进来不知道要敲门吗？我可以请几天假吗？请假？才两天就受不了了？不是，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办，等我办完事情一定马上回来工作。不行。那我辞职。不行。你凭什么不让我走啊？我说过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等我办完这件事我一定会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我说不行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哪儿不用你管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要去找我哥，我已经4年没见过他了。我来北京工作，发起寻亲网站，初衷都是为了找他。前几天有人说他回来了，我现在必须要去见他一面。我手机里有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。办完了这件事，我会再回来找你的。4年前就说过会回来，结果你一去不返，还带走我所有的钱。你骗我一次可以，不要想再骗我第二次。在你遇见我以前，你的世界是黑白的；遇见我以后，你的世界是……哎，你来了。嗯，坐吧。老师说，你弟弟的病其实并不算严重，只要及时治疗，就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哦，对了，老师让我跟你说，平时多抽些时间陪陪他，像你们这样关系亲近的人，要多聊天，对他的病情有好处。我也想跟他聊啊，可是他不跟我聊。我弟弟这个人啊，你见过就知道了。啊，还有啊，你别总是让他在屋子里画画，多出去走一走，
常常要带他出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，或者是多听一些慷慨激昂的音乐，就像这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次见面就是为了钓我上钩吧？你还有完没完？无赖！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，等我见到我哥，把所有的事情问明白，会把一切告诉你。还不够明白吗？你欠我的就是要还给我，我不要你还钱，我有的是钱，我只要你这辈子都留在这儿。武天祥，你放开我！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你还是我认识的武天祥吗？蛤蟆，蛤蟆，蛤蟆，你别走啊！我求你给我一剑吧，蛤蟆，蛤蟆！会长，作为企业家兼著名漫画家，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。听说您最近正在创作一本漫画，故事取材于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你说的是这本吗？是的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把过去藏在昨天，让自己好一点。放开我！放开！你褪色的照片，孤独是一种考验。失去你，吴天祥。就像失去整个世界，一瞬间就毁灭。来，干一个，来。这个味道不错，再来一杯嘛，多喝点。来，老板，再干一下，再喝一杯。你看他都喝了。林霞，玩的尽兴啊。对了，老板，来喝啊！你好久没过来了。来，天霞，喝一杯，咱俩走一个，啊。对，怎么走了？去哪儿啊？不喝了吗？怎么了这是？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跟我在一起，行不行？
眨眼，你哭了，又幻想对我说，你害怕，就忘了，好像从没见过我。你爱我，走了，我也不想这样做，可是真的想对你说，明天开始就重新来过。你让我幸福过，快乐过，这些我都还记得。别怀疑我，离开你我也痛苦傻了，忘记吧那些经过，都别再留。我爱你，可是你也说过，爱情并不是停留，不往前走韩梦，韩梦，你弟弟在我手上，我要见你一面，时间地址我会微信通知你，不要报警。你放了我，不然我哥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听没听见？你听没听见？廷瑞，哥，救我！上官风。
欠我妹妹的，我现在还给她。哥，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放了武天祥，我求你了。雪儿，你来干嘛？他那么对你，他死有余辜。我告诉你，反正我早不想活了，用我这条贱命换他的命，值了。哥，你要杀他，你先杀了我。你别再闹了，给我让开。妈有句话，几年前就想跟你说，妈不怪你了，你有你的难处，妈懂你。怎么会？妈！车呢？没了。后时光流转，终于落单，兜兜转转才知道，平淡的陪伴最重要。你的西装呢？没了。你怎么没去公司呢？也没了。在正式开会之前，我先宣布一下会长离开前做的最后一项决策。方经理，你被解雇了。现在开会。走吧。总骄傲，岁月转眼难熬，后时光流转，终于落单。钱是这世上最不可靠的东西。这么说你现在没钱了？他把我骗得好苦，他一文不值。我不愿错
起，穿越千万里只为遇见你，和你携手不离不弃，陪你慢慢老去。在一起，煽情的话语，酒杯的情绪，熬过午夜还是失忆，却不能错过你。我要我们在一起，穿越千万里，注定是你，和你携手不。